一斤，这是一袋是一斤两，你不用刹车加，两袋10块钱。我把饼给你，你把钱给我就行，到位。这啥玩意儿，姐，这是卖醉了呀？啊，好贵的啊！这两袋完了10块钱。对，两袋10块钱。等会儿我给你拿兜去，拿兜。来，姐姐，一袋啊，两袋啊，两袋，我给你拿一个袋呢，装东西袋。辛苦了，姐啊，辛苦了，多穿点，冷啊。冷，今天下雨下。昨晚下雨下的，是不是？真凉快，我这家伙。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我是10年的生活，大家伙的也可以叫我小龙啊。出门多穿点吧，这家伙真冷啊啊！得回车里面有件这棉马甲，要不然呢，这一大早晨呢，冻得不狼趴的得。咱的摊位啊，昨天要了100斤春饼，然后昨天晚上在太平洋商店卖了20多斤，桌面还剩70多斤饼啊。大方里啊，每个星期的礼拜四，咱都来大方里早市啊。今天在大方里早市的，中间啊，中间腰部位置啊，第一次在这边的，第一次在这边的。再往前走就是下坡了。咱这块全是卖菜的，卖菜的多，正对咱这口，是不是？咱这玩意适合在菜市场卖。来，该出手时就出手了，来。吃生命啊！这都是没头份。来一个，来2斤10块钱，来。风没这么大了，收风了，撤风了，撤风挺好。行了，又别的。村民了，来，每个星期礼拜四都来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每个星期的礼拜四，大叔。好嘞，美女。大叔，来两个。你好，两个多少钱？10块。来，这家的话是1元1元。冻上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可以冻上，可以冻上。个人1元1斤。来，你听听，你听好了，2斤10块钱。怎么了？就冻上怕坏。对。大哥，早上好啊！你都卖1块5、2斤了，你还卖2斤？1块5、2斤了。1元1元了，啥？1元5、2斤吧。才玩儿去，那大车扔的吗？啊，那不大车了吗？假不了卖，这钱兜才多少兜子呢？都假的。你看这钱宽不宽敞就完事儿。40，拿住了，这天摔住了，给刮跑了。50。来，1元1斤了，咱10元1斤了，这家就卖10元1斤了。60、70、80、90，这是你的，我这个得揣我这个兜。哎呦你啊，4毛钱呢？四毛钱。来，咱直接卖了1元1斤了。卖有数，要不然没数。到这个兜这是我卖的，不收钱了是吧？好嘞，大叔。行吗？行吗？是了，1元1斤了，1元1斤了。慢点，大叔。祝您生活愉快。吃生命啊！一袋6块，2袋10块吗？对呀。你要不要？我没有，还有2袋呢。来俩。来2个。啊，放桌上，放桌拎个沉的。就两个新都一样，都昨天烙饼，昨天机器压的。这是压的。机器压都机器，这有产值的东西都是机器呀。现在都是机器。代替人工吗？21世纪了，赶上高科技了。1元1，一套套的。哎，吃生命啊！香香的大厨，哎，2斤10块钱。这天冷就得勤说话，要不真冷，真冷啊！你这点出来还行呢，我们刚刚出来那大风，哎呦我天！慢点了，姚，祝你生活愉快。上人了，吃生命啊，卷啥啥味儿，啥都能卷的嘞。咋的啊？应该收不起一个吧？没开张啊？不开张的嘛，可不得不拉他不开张，还开玩笑呢。哎，你看这一卷，这是一卷呀。
咋整？掉渣了？你看，太大的了，全他妈掉了，掉渣了。绷箱的时候慢点，不行，你收起来，我给你收起来一个，交十五，你这三十呢？六点二十了，快受罪了。那肯定的，每天早早就来了。这没下雨，这要拉了点雨啊，早早就来收钱了。没回家呢？没有呢。得两天啊？那饼吃挺快呀。刚都吃没了。来俩。再多买点煎点吧。一袋六块两袋十块，三袋够十五呗，四袋二十。拿三袋。来姐。又来了，收钱给你装啊。你来啥呀？来俩的。对，每次在前面。都说这块这不是属于市场的腰部位置，人多吗？两头都能够上。在那边找着，在那边找着。来俩。你没来呢？这手冻的不好使了都。嫂子，这太冷了。这天多了下雪，穿羽绒服能热乎热乎。来大哥。我先废胶了啊，大哥。15块钱。吃完在这儿呢。哎，对。来俩。呀。十块。十块钱不赚钱，那不是1959年。吃穿了。还香香了呢。香香了呢。2斤10块钱。10块好了，大叔。10块钱管够可劲吃了了，吃春饼。大单就是买的多，买四袋儿去，那一定冻上啊，吃不完呢啊。2袋10块，20啊。4袋。哎呀，一个人，这手早上都冻空虚，真冷天呐。稍等会儿，我带你套袋去。这袋沉，你那万一坏了，上回就买了。好吃，多给一袋啊！我再多给你袋钱，我都得打整。买这么多，给一袋。慢点嚼，拜拜啊，姐。这生活愉快。大哥，这是4袋，这是2袋。多少个的？1袋10张饼左右，2袋20张饼左右，2袋10块钱。给你4袋。行，不着急，姐没事。来，那个师傅再打开一包来，我再来，我还有，怎么来？2斤10块钱，快点，2斤10块。你把人胆儿小，趁着热乎气儿整啊，赶紧的来。下手晚了，他没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2袋10块。2袋10块钱，好嘞，姐姐。来，我有没有的？我再整个一袋的来，抓紧时间，整吧。20斤10块，1袋里面10张饼左右，2袋里面20张饼左右。主食，家里面有粮，咱心不慌。怎么了？2斤10块钱，你嫂子家，嫂子来。2斤10块，来了。1袋10张饼左右，2袋20张饼左右，2袋10块钱。来了，翻车了，疯了，翻车了，下一袋。1袋6块，2袋10块，大哥，整吧，宽挑的。姐，你那香菜不正好吗？我说你大早晨，咱俩这都买了。姐，你那香菜，好了。隔袋闻他妈就啥嘞？打开吃一袋。那买了。啊？我下铺大饼有卖的。大饼啊？下铺卖的。下铺有卖的？卖一年多了。卖一年多了都？2斤10块钱。大哥，你那香菜卖多少钱一斤呢？13。卖13。来，阿姨。哎妈呀，大哥梦了吗？这不是拿一个大哥咋卖的？大哥梦了，1袋6块，2袋10块，正好，不多不少的卖。好嘞，俩，抓紧时间了，来，再来一个，正好，大哥来，你那个是那10块拿走，正好来，抓紧时间了，来，就这边的来，宽敞的来，大方的整，20斤10块钱。熟的，到家就吃呗，阿姨。家里面有粮，咱心不慌，怎么了？到啥时候家里面得备点货，大姨。2斤10块钱，春饼。吃春饼，老赖。
最后几包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，有没有拿的？两袋十块，一个人一包就走。一个人一包，一个人一包也行，你能都能整没了也行，一人一包就够五袋。你要几个？要俩，俩够十，俩够十块，来来，我这边来。等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了。两个兜，两个兜，来来，系嗓子的事儿，来抓紧时间了，来。扫码了。来，你个大哥，来。一个。哪儿去了？还有一个，那我要的。我都哪儿去了？哪儿去？那是你的。你们都一个呀？对。都一个，一人给我五块就行。那得说了，你都是。都一个是不是？没了，大姨没了。五块。五块，大姨。都装上来，都装上。五块。五块，这都算完了是不是？没事，给了就行，没事。差一个，哈哈哈哈哈。等会儿，大姨，上回买的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谢谢，感谢，下周那什么，我快来，对你，下周四五快来一趟，不见不散啊，好嘞。这是330的现金，朋友们。减掉100块钱整挣钱，咱就是卖了230，然后微信呢收了100多，微信收166，应该是166。7点咱就送了，7点开始直的播，然后8点开始下的播。场观今天是8000多人，然后同时在线最高峰的时候400多人，下播的时候100多人，还行啊。但是今天没有看我直播来买春饼的，每天都能看我直播，都能有刷到咱直播的，看咱在卖春饼的附近的来买春饼，今天没有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回家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地板麻辣烫，哎呀，孩子今天上网课。他俩吃的面包牛奶我不爱吃，我寻思整碗麻辣烫吃吧，整碗麻辣烫上媳妇工作室来吃。大哥新开麻辣烫，刚开业没几天的时候，一天卖100多碗，挣的不错呢。还别说，这味儿真挺好。10块钱一碗麻辣烫，买了两个烧饼，这麻辣烫不错啊，吃出了那个，我刚来哈尔滨的时候，就是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本地的啊，就是那个华城知不知道，就是范德福斯楼下那个华城麻辣烫那味儿，能吃出那个味儿。哎，我去，挺好吃。
要了150斤春饼，又吃完饭等完视频，接完春饼，哎，对，还批发出去50斤，要了200斤，批发出去50，留自己留150。这10块钱这麻辣烫我真不少给啊，这老些的啊，给这老些。